昨天基本整理成这个样子，然后剩下还有一边的话就是乱七八糟，然后还有我的幕布，还有采访的这些东西还没弄好。那今天我们继续。今天已经忙了一会儿了。今天的本来主要的目的是贴那些吸音棉。但我估计我一个人还挺难的，不知道能不能完成，要把这些海报都要取掉。现在我在做的就是，你看那边很多杂物嘛，我想拿一块这个木盖住它，看看怎么样，效果怎么样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。起来了，这个已经挂起来了。然后这个我做 audition self tape 的背景也做起来了。现在呢还比较乱，两面墙，这个就是把后面的杂物遮起来了。这个是我要做 audition 的背景墙。然后现在这边还比较乱，我想这个鼓能再往里面推一点，我这。这样的话空间就多一点。这个音箱放在这不能放，这前面都不能放，因为如果我放了，我到时候做 audition 就要移来移去。我想希望这些都基本固定下来，固定在哪个位置上，所以要等他们这些乐队的成员哪一天来了，我好好的跟他们商量看一下怎么弄。Soundproof 这些还没有弄之外，这个海报没有换掉，到时候换一些别的海报和 Soundproof 贴完之后，基本上就是这样。这就是我的多用途的那个乐队的 rehearsal 的 studio， 还有我的 audition， 我做 audition 就在这里。然后你看这块位置刚刚好，然后。包括这些线啊，我都是有大概安排，就是布线怎么样合理一点，让这个过道呢，尽量的不会有线，然后好走。然后这块我将来会做采访啊，就在这里做，在这。
然后这个灯的话，你看线这边都中间不走线，然后要做 origin 的时候转过来，然后对吧？这样转过来做 origin 升起来。如果是拍我们的乐队的时候，如果是拍采访的时候，把那个到这边，拍这个采访。那两张凳就是采访用的，这两张凳就是做rehearsal 的时候，这个高凳还挺好的，可以坐也可以站。然后这些音箱啊，然后现在这我希望都是合理的 OK 的。现在反正就暂时这样，然后等到那个乐队的成员来了之后再调导，然后这些我就盖起来了。怎么看了啊，打开看一下，然后我来拍一个照。Yeah.